现实告诉你，没钱，亲人也会瞧不起你。生活告诉你，有啥比有病家比春花硬。没经过苦难的人，体会不到世态的炎凉；没经过挫折的人，体会不到人情的温暖。不是你离不开的人，一定放不下你。柴米油盐的平凡中底，不过火树银花；完美的理想抵不过现实的残酷冰霜。诚然，谁不是在失去后学会了珍惜？诚然，谁不是在贫困中学会了成长？有人安于现状，涛声依旧；有人哀叹贫穷继续堕落。所有的不折腾都是因为不够穷，所有的放不下都是因为不够痛。如果你不能飞，你也要学会跑；如果你放不下，要试着不去想。想要改变现状，总要有一番行动。生命只有一次，人生只活一回，相同的时间里，你总要经历些什么。不能成为人上人，就只能做普通人；没有体验坚持，就不会告别天真。铭记那些受苦的日子，然后去奋斗。成年人的世界，笑在人前，哭在人后，披着无坚不摧的铠甲，遮挡着不敢触碰的软肋，戴着百毒不侵的面具，微笑下又掩藏着万箭穿肠。总把最美的给别人看，把最差的自己封存起来。你已经习惯不依赖任何人，因为你知道只能靠自己。钱自己挣，花的时候才有底气，事自己做，经历的时候最省心，苦自己扛，体验的时候无所谓，路自己走，拐弯的时候最放心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